那今天呢，有美女导游就是陪伴，这样子心情更是有那种浪漫的感觉，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啦。你的服务来了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这个就是只有在胡志明市才有的奥黛美女摩托车岛哦。那等一下呢，她就是会载着我们，然后看遍那个胡志明市的景点啊。期待吗？很期待，非常期待。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体验呢，所以我们马上去体验看看吧。Let's go。第一站到了，这是我的美女机车导游，叫做 Win, right? Are you Win? Yes. OK, so, 刚才给你讲。This is the post office, Ho Chi Minh City. 它还可以用英文呢。So, post office 就是那个西贡邮政中心啦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百年邮局哦，因为它建于1890年代，而且出自于埃菲尔之手哦。强尼是历史通的。那我们现在赶快进去吧。Let's go. OK.哎，这个西贡邮政中心呢、啊，其实它不只有观光的功能哦，它这里还有卖很多明信片，而且呢，它的邮务功能还正常运行哦，所以呢，很多人都会在这里买明信片，然后寄回去给自己国家的人哦，所以你就可以挑很多明信片在这里啦。Bookstore. Oh, Bookstreet. Okay. Yeah, Bookstreet.、Oh. Yeah, yeah. Bookstreet. 所以我们第一站呢是去百年邮局，第二个就是书街哦，非常的文艺气息的地方。他们就是会这样子一直带我们去走啊，去玩啊。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导游呢 ，So shy, you are so beautiful. Yeah, thank you. 他牵我的手，哎，他主动牵我的手，哎，好害羞。有这服务吗？这我不知道哦，到时候你们自己体验看看吧。这个就是远近驰名的粉红教堂啦，就是大家网美一定要来打卡的景点哦。那今天呢，有美女导游就是陪伴，这样子心情更是有那种浪漫的感觉。Yeah. 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啦。哎 ，But I'm a little bit hungry and thirsty. Can you show me some food? Okay, I know some place to eat. Let's go.So, 本岛 mountain. Yes, I'm going to OK.
哪里 delicious？ 他说这个是那个豆腐米线，然后是虾酱，我超级不敢吃。但是呢，正是因为这是非常越南道地的食物，所以呢，来旅游的时候真的可以尝一下。这个虾这样要这样弄一下哦，可能味道会比较好。难怪我以前都直接沾很臭哎，我觉得。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奥黛美女摩托车岛，哎，第一次体验呢，我觉得心情是蛮舒服的。你嘞？我觉得很温柔，很温柔，是不是？小姐姐们就是还会跟你讲到处哪里好玩，那最后带我们吃的这样，然后一路上也是开开心心的这样。那其实这整趟呢是差不多3个小时，那它就是有自己的那个 app 或者是网站，然后你可以上去叫这种服务这样子。